欢迎收睇《毒海浮沉》啊！我系思豪夹大。咁之前有一集咧就话我终于咧就将嗰个美斯嘅 X 十咧尝试寄过去美国啦。咁寄过去美国亚特兰大市嗰度。咁寄出嘅日子咧其实系1月18日，而买家咧佢1月22日咧已经收到啦，即系头尾大概5日。咁啊仲 send 翻啲相嚟赞我包得好添，咁好开心啦，因为真係好有心機包，喂，逐隻膽包兩浸，然之後全部膽又要包翻一嚿，咁好舒適啊，好啊，冇虛偽地撲翻落嗰個膽罩裏面，咁啊都包得真係幾安全嘅。咁跟住佢逐隻膽拆翻出嚟啦，又插翻上去個 X10 嗰度啦，開聲正常靚聲，仲刻意影翻一啲相俾我睇，哇，好靚咁樣樣。咁啊做買賣最開心就係咁樣啦，客人欣賞你的包裝，欣賞你的誠意，即是他感受到就最好了。所以如果其他在海外的朋友，如果你想買美斯的膽機，我都可以跟我傾下，我嘗試就寄給你，我都會是一樣包得好好看看，沒穿沒爛，運作正常地將它送到你府上的。